Uccideranno questa storia di me. Miten laitte toi musta pippuri on se virus, mistä puhuttiin eilen? Koetas pistää sormi sinne. Yksi sormi, pistä sormi sinne. Miksi? Joo, aina. No ei, ota pois. Jäikö sun sormeen sitä virusta? Jäi. Katsotaan, sit putsataan se sormi. Sitten tuolla on saippua. Pistä se sama sormi. Hiero siihen saippua. Onko se nyt saippuessa? Sitten pistä sormi tonne. Mitä tapahtuu? Virus lähti karkuun. Sen takia on tärkeää pestä käsiä. Huomasitko? Huomasin. Miten laitte toi musta pippuri on se virus, mistä puhuttiin eilen? Koetat pistää sormi sinne. Yksi sormi, pistä sormi sinne. Mitä tapahtuu? Virus lähti karkuun. Sen takia on tärkeää pestä käsiä. Huomasitko? Huomasin. Hyvä. Miten se on vielä kiusaippua? On fetalsuilaisiso. 我想那效果最好，那如果真的不方便的话，告诉你旁边没有洗手间，也没有肥皂，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用 75% 酒精来搓一下，至少 20秒以上。 Hello， 大家好，请问你今天洗手了吗？我是江坤俊医师。对抗病毒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落实勤洗手。一般我们常见的洗手方式有肥皂湿洗手跟酒精干洗手。一般我们会推荐肥皂湿洗手，因为它可以彻底的洗净你手上的细菌跟病毒，又不会造成你的皮肤过敏哦。只有在你周围没有水的时候，我们才会建议你使用酒精干洗手。所以情况允许，还是请你使用肥皂湿洗手会比酒精干洗手好。 另外，现在大家常常用次氯酸水来消毒，我在这边要告诉各位，次氯酸水一般是作用在环境的清洁、桌面的擦拭，千万不要直接使用于人体哦，它可能会造成你有一些过敏，然后刺激皮肤的现象。希望大家都能落实勤洗手，平安度过这次武汉肺炎。 好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儿童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李秉莹医师。冠状病毒可以在粪便中检出，但并没有这些病毒经由粪口传染给人的证据。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而言，最有效的传播方式还是飞沫跟接触传染，所以必须勤洗手。例如上厕所后用肥皂搓20秒洗手，并注意个人卫生习惯。而我国目前污水处理系统相当完善。 可以阻截排泄物中含有冠状病毒的传染可能。一般的环境如果沾到疑似个案的痰液等分泌物，
可以用1:100稀释的漂白水消毒。如果是浴室或马桶表面沾到粪便，则应使用1:10的稀释漂白水消毒。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儿童感染症医协会理事长李秉盈医师。最近很多民众关心，如果手上口罩数量有限，到底可不可以用酒精消毒后再重复使用？实际上，口罩戴久，口罩内层会沾附呼吸道分泌物，酒精没办法消除分泌物里面的细菌跟病毒，所以不建议大家这么做。目前一般健康民众或在户外活动时都不需要戴口罩，平时建议避免进出医院与人多拥挤的场所，并且勤洗手，就可以保护自己的健康。